tudo bom? Thank you.谢谢聊我的小星星。左上角的福袋加入可以参与一下，我们都能发财小手把小灯赞点一点。你在那10万的时候，我们再站到后面，身高1米。欢迎樊东哥。欢迎逐梦，我们把小灯灯点到10000，我们再到后面啊。谢谢江湖哥的关注，星光多少不重要啊，重要是你喜欢。欢迎烈风哥哥，欢迎抹苍白，欢迎黄先生。大哥每天都在忙啥呢？欢迎金丝。谢谢朝阳的灯牌。为什么有种心动的感觉？心动的快入个团！欢迎人生如棋。你说你有意思吗？一天喊人家老嫂子。谢谢海阔天空哥哥，感谢你的灯牌。我们点点赞啊，小赞到10000，我们退到后面啊。这是放了多大？你个老六！自己瞅一下，哦，果然是，没事，他还能穿。我喊你老六，还不要喊你哥哥，因为我喜欢喊你哥哥啊，真是的，还想占我便宜。来点点赞哦，你这一群老六都过来算命干嘛呢？不太懂吗？欢迎西西哥。这个裙子太紧了，勒的不大不小的。欢迎静思，在哪里被盗播了？穿的哪个衣服啊？这人怎么这么可恶呢？我只有这一个账号啊，没有任何小号。今天早上穿哪个衣服的？你们要再刷了的话，截图给我看看，发到我的那个作品里面，作品评论里面。
应该是举报不行。你想要什么？卢平真话，好样的！一看到有正能量的哥哥，我们点赞到一万，小赞赞点到一万。生活多姿多彩，这话说了，难道你的生活是黑色吗？你说的正能量吧，难道你是负能量的吗？有没有不是正能量的？为什么你每次都能刷呢？谢谢老板的鲜花。有些男人受得了吗？他们受不了挂在上面干嘛？真是你太看不起我家大哥了。大哥正能量，好像像别人不是正能量一样。你敢说后面的大哥不是正能量吗？欢迎吃饭不吃菜，那能不能动一动点点赞啊？你看点赞都没有。鲜花可以啊，给你180多个。聊死了吗？需要做人工呼吸吗？怎么就除了我就是我的道播了？你赶快入个团，跟我先有1毛钱关系，打自己一只手就好了，还有一只手不知道在干嘛，你都不能给我点点赞吗？